七八十九笼，搿条笼是大名鼎鼎的大乌龙。汪伟自己的周福海、李士群、吴世宝，侪搿搭登过啊。年了，这是七八十三笼，这里是七八十三笼，七八十九笼啊，这里是九十九到一百零七，不来此地块。这是五十一号，搿搭就是六十三号。这是六十三号。旁边是六十一号，此地是六十三号。有可能是李士群的老早的房子。此地是六十五号，现在是军产市的管理区，有块牌子。此地是余路七八十九弄六十五号，高头写了海是周福海旧居，搿房子是1935年建造，三层欧式建筑，砖木结构。现在把部队里征用了。
搿搭是67号，这里是老早吴四宝蹲的，听得邻居讲也是吴四宝的姨太太蹲的地方。现在搿房子侪是居民蹲辣里向。搿就当年吴四宝住的67号，现在搿幢楼里向应该住了交关人家。这里也蹲了六七家人家。搿搭围墙外头看得到周福海的房子，现在是部队里征用了。搿条749弄被称之为大胡同，就因为搿几个大户头子侪住了一道。搿搭周福海个介绍里向还拿伊定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。中国国民党政府要员，今朝运道好，伊扇门正好开了海，我进去拍两只镜头。现在伊前头院子外头就是吴四宝的房子。吴四宝还有一幢房子，三嫂。吴四宝有两幢房子。现在是部队里征用的。搿七十一号是李士群的，李士群有两栋房子的。李士群是共产党。哦，没周福海也做过共产党呀。对呀，共产党是创始人。哎，就是讲，周福海是元老哎，元老，相当老哎。搿条大胡同以周福海的房子为中心，大龙堂套了赤龙堂，赤龙堂里向还有小龙堂。搿条小龙堂又可以通到大龙堂。周福海搿幢房子外墙显得老厚重的，此地的老居民告诉我，李士群有两套房子，一套是63号。这里71号也是李士群的房子，伊李士群老早参加过共产党。这里是军菜，如果是叠菜的闲话，就是拨老百姓炖了。现在侪是部队里人炖的。上面应该有露台的，搿是三层的现代派的洋房。看了蛮欣赏的，外头就是高楼大厦了。这里的老居民讲，叠菜跟军菜有区别。周福海的房子属于军菜，吴四宝房子属于叠菜。
搿是当年进上海后各个部队各个势力抢房子，最终搿产权侪造成了交关历史问题。所以地产跟军产也有区别的。搿搭个老邻居介绍，搿搭77号也是军产。当年部队进城，侪拿搿搭个好房子侪抢下来了。搿幢是51号，重新修缮过了，勿晓得是啥人。今朝到此地看来，也是大开眼界了。前头就是正宁路了。